瓜切成丝，切成丝，一直切，一直切，一直切。好，切完以后呢，要拿去穿烫。切好以后，我们放点盐巴在水里面让它滚。哎，黑胡椒，鲔鱼罐头，满满的鲔鱼，芥末子酱，芥末子酱，一个人喜好放上去，有点淡淡芥末子酱味道，可以拌点洋葱在里面，拌均匀，盛上来。谢谢各位。